你说叔叔早上好。叔叔早上好。不是，咱俩今天去的地方呢，需要穿特别厚的衣服，你知道？然后爸爸把那个你的那个，我打喷嚏了。从您的角度来说，还是觉得老公陪孩子的时间还是少了一点，是吧？不是少了一点，是少太多了。其实他们俩要在一起对诺伊挺好的。Sally。Sally。你小心诺伊，诺伊你小心爸爸啊。喂，我去到水里。我掉了。哦，这你现在沉了，行，那咱们去洗脸刷牙好不好？我掉了。你不会掉了，咱们去洗脸刷牙来。爸爸，这个袜子我有点创伤。只能说你妈妈太会过日子了。听奶听爷奶奶话，大哥。再见，爸爸。再见，妮娜。行，你啊，对对对，走吧。就剩咱们爷俩了啊。对。专业教训。啊！我不吃。那给你包，你咋不吃啊？我不爱吃鸡蛋。猪蹄儿，猪蹄儿。爱吃啊？大猪蹄儿。大猪，我什么时候吃大猪蹄儿？你快点，快点，你快点。大舅。在这里，耶，这个很棒，比较平的。这怎么行？用这个方式送你过去会比较平，你知道吗 ？OK 了吗？我们现在可以走。两个小狗，两只，叽叽喳喳的。啊，这么炫！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我今天要去。我们去哪里？我不去了。那跟爸爸去哪里？爸爸去了。晚秋四十。哇！这么早啊？啊？你比我们还早。你得弄点，然后呢，搁在箱底儿。真的，没事，他这段会掐掉。哎，小子，哎，哥们儿，哎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走吧。没事，我觉得郭军同志应该可以想办法。没有单独带他出去，他妈不在身边，我觉得我会容易抓狂，会乱的，心里有点怵的慌。
没有，这第一次，这大姑娘上轿头一回，从来没有的，从来没有，还真没有。一年365天，我有350天在拍摄现场。在他们第一次喊爸爸，第一次抬头，第一次爬，第一次走，我都基本上没有在他们身边，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，那也没有太多真正交流。我没烦他呢，他先把我给烦了，他先烦我了，人家自己走了就。我是他的玩具，我要花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，比任何东西重要。爸爸和孩子们的第一次旅行即将开始，不过在这之前，他们要经历一场特殊的密室测验。我们准备了暗藏摄像头的空房间，告诉爸爸们接下来要接受采访。但是在采访之前，除了无聊等待之外，别无选择呀。爸爸们会如何度过跟孩子单独相处的这一个小时呢？我们在这里面玩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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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傻不傻？我傻。采访你怎么说呀？他要是问你说你叫什么名字，你怎么说？林。说你来干什么来了？参加节目。啊，什么节目？爸爸去哪儿？爸爸在这儿吗？在哪儿？这不在这儿吗？你不认为爸爸，你戴个假头套就装我爸爸。我不是你爸爸。啊，你就戴个假头套，把它给我摘下来。喝点水，来。啊，你看。这个新规看，电，这肯定有电吗？这有没有电，爸爸？有电。有，这个能把我给电死吗？那这能把我给电死吗？电不死。哦，他们就听到我，他们就赶紧伸手把一只赶紧跑过来，我就可以找到他，我就高兴地抱起他们了。哇，好像公主的房间哦。穿上，那衣服都 good。That's a good pose。再给我一个，再给我一个。那太 over。着急，哎，没戏，他们肯定把门先关上了。呀，我不耐烦了。肯定会出去的，咱们肯定会出去的。我现在都要出去。小心！哇！爸爸，爸爸，妈！我困了。那你先睡吧。是不是太亮了？这个地儿是不是太亮？对，我都刺眼睛了。哎呀，对不对？我看，哎，别动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天黑我们就没吃了，怎么办？那你叫救命吧。救命！你这样人家都就会开玩笑的，还笑着转。你用自己魔法打开门。阿布拉达布，阿布拉达布，那我的手让你可以打开。哎，啊！啊，那可以了。哎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咱们找个什么线索呢？怎么样？这样。这有个动静，看没有？那是个好像是个摄像头。你先出去，然后给爸爸开门。好。站着动静了吗？
站到了，站到了吧？太好了，好，就像没发生一样。